但剩翻博爱有威啦，咁啊苏哥里，同埋嗰只大热门啊有得精彩啊，咪差唔多啦，亦都交俾站前。同埋有得精彩，一隻好大隻，一隻好細隻。有得精彩，九點蘇哥利順利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七場四班千六大熱係五。好，你一開閘，陽明秋秋稍慢啊，前面快噶嘛，外邊有一對踏雪飛翔啦，咁啊外邊咪只喜悦天空啊，內欄蘇哥利亦都快啊，第四位有得精彩啊，第五位咧仲有呢只勁加加啦，第六位黃山白帽咧就係呢只博愛有威啊，再喺外邊南晏晝咧咁啊上咗嚟第七咧三踏和勁力威龍啊，中檔南山黃帽咧第八位仲有小腹將內欄咧就係連利之友啊，後啲嘅馬及時行落陽明秋秋啊，尾三海島才子尾二粉紅衫友誼之星啊，咁啊暫時殿後咧係嗰只樂盈盈嚟噶，好啦，接近1000，踏雪飛翔就放頭跑啦，跟住第二位咧就係喜悦天空嚟嘅喎，內欄第三位咧仲有呢只蘇哥利啊，再入邊嘅第四位啦，咁啊埋邊位置黃山博愛有威潘頓啊，第五位出邊咧咁啊仲有呢只就有得精彩啊，再後邊嘅嘛落後個零三位勁加加跟住個第六啊，後啲嘅嘛先有中檔小福將出邊南晏晝黃山騎緊啊，就有呢只勁力威龍啊，內欄連利之友啦，再後邊先有呢只及時行樂掟出去嘅啦。紫色衫尾四系阳明秋秋，尾三海岛才子尾二友谊之星，包尾嗰只咧就乐盈盈啊！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前面踏雪飞翔占先嘅，咁啊博爱有威就开始上嚟啦，再见到外边位置劲加加亦都追紧啦，大爱当及时行乐亦都上紧嚟，在中档位置友谊之星有得精彩啊！兜到嚟只有200零米啦，博爱有威已经系中档透出咗个零身位，中间追紧有劲加加，外边上紧嚟仲有及时行乐，入边小腹将啊阳明秋秋嗰啲马接近终点，博爱有威贏到甩曬，跑第二名咧就及時行落，第三名有中檔嘅勁加加，第四名埋邊小腹將海島才子相當接近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呢只博愛有威啊，真係換咗潘頓上去，轉啲配件，各樣流放，一切順利之下，掟甩曬嚟贏啊！及時行落跑第二，勁加加跑第三，第四名係小腹將。七號博愛有威啊，潘頓啊，三邊啊，最後咧六倍啊！咪輕鬆取勝喎、啊，跑第二名咁啊，外邊衝上係12號及時行樂啦，蘇迪雄第三名嘅1號嘅勁加加，薛恩第四名咧就14號嘅小福將蔡明少，到甩曬翻嚟啊！莫力拉只大嘢又跑通，跟跟下都轉完彎都冇咗啦，潘頓都係夾住葉楚航。信心啊，強啲啦！馬房都係好重用嘅騎師。最后阶段都几多马落飞啊！咁啊，睇翻成个过程啦。
咁啊，起步慢啲咧，就係嗰只勁力威龍啦，都綠色衫嗰只啦，綠色袖嗰只。前邊啦，有得精出喜悦天空啦，走出邊啦，中檔位置就踏雪飛翔啦。咁啊，中間位置咧就係大熱門啦，佢哋有得精彩嘅。貼欄位置咧就蘇哥利啦，後備保入嘅馬。中路位置就幫我有威小腹象嘅。咁啊，走住出邊咧，望空咗啊，嗰只勁力威龍啊。後邊及時行樂、陽明秋秋，咁啊包咗尾嗰啲馬咧，海島才子藍藍地戚衫啦，友誼之星尾二巴尾樂盈盈。咪依場步速都相當快㗎，咪三段都比標準時間快唔少，夾埋都快足超過1秒5㗎，咁啊都就算你話長翼嗰咗好似快翼，都係好快嘅步速嚟嘅。咁啊前面嗰只踏雪飛翔都越肥越快啊，咁所以翻嚟都斷得幾快嘅。咁啊後邊嗰只就莫雷拉熱門啦，咁啊唔知係咪一來放唔到頭，二來又蝕埋個步速，咁啊結果翻嚟就麻麻地啊。潘頓今日其實同個上次走一走差唔多嘅，都係喺入邊喺中間位。但今日就換咗人啊，除咗頭罩啊，步速又慢變快啊，咁樣反而會跑得好啊。但佢都幾重飛嘅今日。步速快啦，後邊我都追得唔錯嘅。及神落照例頂出大檔啦，不斷都越追越近。陽明秋秋追少少又唔算話好勁。友誼之星咧又直路初段接一接，翻嚟又唔好多。小腹象都是揽下揽下，叫做揽翻个第四，都不是很有威胁。贴栏啊，赚咗快步出嗰只海盗才子，亦都系追翻啲嘅啫，唔系话好有威胁。第七场赛事都复榜完毕啦。位置 Q 7沓12牌115蚊，1沓7牌87蚊，1沓12牌138蚊。三甲方面就胜出 A 二隔夜半热门派25.5。四连环派1088蚊。四重彩7号、12号、1号、14号顺序派24709蚊。马步派彩头关11号尾关7号派381.5，头关11号尾关12号派182蚊。三 T 嘅正奖派5226787蚊。三 T 安慰奖派7503蚊。睇埋分段時間，頭段24秒13，第二段22秒34，第三段23秒45，末段時間24秒17。賽事完成時間1分34秒09。由於三 T 20蚊投注單位嘅派彩超過500萬啦，所有現金投注或者係電話投注嘅中彩人士，都可以喺聽日下晝5點前致電本會24小時服務登記熱線117登記嘅。互動投注中彩人士咧就無需登記，派彩咧會喺聽日下晝5點前自動入佢哋户口度噶啦。